右侧眼眶痛，我看到那个应该叫杰克史密斯吧，那个静脉材料，在那个窗户静脉材料按的那个啊，被那病人他喊人，狠狠的打在那个，右眼睛上面啊，右眼眶上面啊，再被病人狠狠的打啊，打的头也痛啊。打的头也痛啊，狠狠的打啊，狠狠的打，然后，那是一户的，一个一个啊，被那个，变形金刚在击打啊，一个一个，被变形金刚击打啊，打到最后就叫原形毕露啊，在那进行当中，哎。啊，病人那个接到正在进行当中，好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